2019日，尽管不需要拉拢人气，陈奕迅还是自动给歌迷福利，举办了多陈奕迅2010演唱会蓝光盘的签名会。为了表示对马尼拉受害港人的哀悼，陈奕迅当日选择了一身黑衣。 抬头吧，相信爱你便能飞，敢假出你会创出传奇，便还人生是悲无可悲，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。抬头吧，黑暗过会是晨曦，怀着乐观总有着转机，今天珍惜今天，逢迎望我心所爱的你。 大会原本安排有游戏环节，却被 Eason 要求取消，主要是因为近日港人在菲律宾的惨剧令他心情大受影响，故没有心情玩。而大会要求的唱歌 ，Eason 也只清唱了一首《今日》。我觉得这个心理上的那种伤痛，需要时间去慢慢去调理。那。 我希望所有遇害的、生存的、幸存的那些朋友，他们的心理会慢慢好起来。我觉得心理的创伤是特别难复原的。对于马尼拉魔警杀港人一事，陈奕迅表示，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新闻时忍不住流泪，连空姐也有被他吓到。 并表示，事到如今，交由香港警方处理是比较理智的办法。好啦，唔紧要啦，多啲俾你上课，好鬼正。